起来，靠腰啊！昨天被抓了。嘿嘿，搞炸！哇，妻管严，我同事啊，我同事啊。谁？我刚有查他的身份啊。哦，在想，对，他被关了3次个月啊。还有阿角啊，还有阿角。不是啊，那你应该也比我早啊。不是，阿角进来。昨天干一些事情就进来对啊，军火了。啊，对啊，走书啊，我们走书。这边都有资料，不小是也太惨了吧？也，屁。算了算了，别说了，别说了。你什么时候出去？中原标准时间？10:25。那你差不多啦。快啊，快对啊，我要明天呢，明天的。我们可以在这里聊一下。等等等，我要吃点饭，就有点饿。阿爸阿爸阿爸，哎，我给你那个球服啊，你穿一下。啊，穿完再还我。嗯嗯。阿正玉来的有没有厕所啊？出来！好出好出好出！直接这里上吧。靠哎、欸、腰，直接这里上。啊！公司还剩几个自由人？你在睡觉的时候，你那个笑声跟大家连接。了解。这边两个女生好像发做那个嘞，泰坦尼嘞。啊？什么探级？什么东西？对，你好，我现在过来找你吗？你要来找我拿那些出的不是啊，你昨天不是说有事情跟我说吗？啊？对，我等下有人要来跟我 talk 那个 talk，可以那吗？个有人在吗？但是你那边可以啊，哦，一个，对，阿嬷，你有听到吗？喂？喂喂，一个，他说一个可以来，一个也可以来。哎，啊，我顺便拿那些我做的料理啊，你带回公司放。啊，很满哦，很满哦，我身上料很多。又有一个人醒了。谁？小姐，搞炸！哎呦！跟你求婚，你穿一下，小姐。有，我有，你是不我是上去换。他上去换啊。他是不是那个你好，你今天说什来么？看你那个啊？等一下，你讲啥？对，我还有一件事要跟你说。嘿，什么事？见面再说，见面再说。好、哦，你是不是昨天来看你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啊？我预警啊，大声一点，我听不。你不行，我听到他超这段大要声看身份证。怎样个？我刚在楼上听到他讲话呢。奇怪啊，无线电视故障是不是？喂。哎、欸，喂，太大声了吧！所以还是那个妻管严吗？怀孕了吗？你在讲什么？不是、哦，我是说你耳朵怀孕了吗？没有。奇怪，我怎么听他都听不来到啊？还是你不喜欢他的声音？没有啊，我特别针对他的声音，把它放大，我把耳朵贴在他嘴边了，大早听不？可是这个小姐早跟我安，讲所以话，你打现算。在拿超耳大朵声呢，我听超大声。我在监狱陪领养。好，你再讲一次。啊？这个小好吧，姐她叫什么名那字你啊？跟他哎，你说叫什我么看名字啊？完领养再看我他叫讲。脚趾头。哎呦，我好看一下粗，你一的直粗。奇迹哦。哎 欸，今相关天国际时间1:25，哎，那个预警啊，很晚你讲话小声点好不好？是不是？好，是不是很大声？好了，对不哎、欸，我是很大声，奇怪，没听为到什么我尿。听你都那么小要声偷看啊？的、啊。靠呗。怎么都没看到呢？是你啊，他在你旁边吗？谁在我旁边？你不要阿角啊！对啊，阿角打在我我，旁然后边啊。你哭着跑走是怎么样？阿角在我旁边啊。你们在干嘛？这个小姐国际时间吼1:20还1:30啊？25。25。我觉得可以明天再跟你一起出去钓。哦，1:20。我明天你可能要很晚喽。
我明天多久？我明天多久？你帮我看一下。哦，我你等我一下。我记得好像很晚。叫什么？气管炎啊。气管炎。哎、欸，气管炎。哦。我习惯了。哎、哦欸，你好，我到了。好，你按铃申告。按铃申告吗？哦，我按了十次。好，他等下会出去。等他一下。在尿尿。哎、欸，你帮我跟阿妈讲一下，我像 Candy Crush。哎，你国际时间哦、嗯，明天的11:30。十一点半啊，这么有料。OK。老范跟11:30。OK 啊。哎、欸，等下有人，哎、欸，有人要探，有人探，你去看一看一下。啊、看哪一个？我他看我。他看你对不对？哎、欸。那你们在这里快点啊！那个肥皂不要给我。你可以开天窗给我吗？肥皂不要啊！不要不要不要！哎，谁？Thank you。啊。反正是谁，我直接拿五瓶。哎、欸，我先去跟阿妈讲一下话啊。你们里面注意一点，里面有那个逮鸡的啊，很okay, 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我可以一次看三个的吗？不行吧？这规要等下你问一下吧，这个要规矩的。对你不要让人家难做人嘛，那刚来的很客气客气，又不像那个老虎一直靠背。哎、欸，不对不对不对，我看你好。哎、欸，他们两个要玩多久啊？有说吗？他们阿角明天一点多啊，孝全我们的。今天的一点多，那你早该出去啦，是明天的吧？对啦，鼻涕怪，对不起。哦，OK，OK。他说凌晨一点啊。可以开一下伺服器吗？可以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不要炸哦，千万不要做什么很奇怪的东西哦。我他妈开着实况会炸掉。不是阿虚某不是在 APEX 输吗？我们这该不会是我们的 LINE 哦？他们换别人玩了，玩了。香菇啊，那个好像是我朋友啊，我给他身份组了。香菇，你再看一下我有没有给错哈？因为那边我不太会给。阿旭帽，我看哈。嘿。哎。哎。那个你要跟我说什么？哎、欸，对，哎、欸，你有没有之前跟阿贵接触？买一些东西啊，买什么防弹衣那些？对，有啊。啊，你跟阿贵买多少？我记得是五个弹夹跟两个防弹衣5500。防弹衣一个多少？我不知道呢，我没问清楚呢。因为我这边用到那个预警是，他一个弹夹算500啊，两一个防弹背心算800。我记一下，1600。2500、3000、4000，差不多吧。还是要跟那个阿贵算同一个价？那直接跟他说同一个价好了。好吧，你跟他说同一个价了。啊，对了。啊，对，你问，你说。昨天是怎样？啊，他们是跟我说清火啦，是今天哦，还是昨天？昨天。啊，所以现在谁剩几个自由人？就是没事的。外面五个啊，大伟、
啊，这是大伟不算自由人了，四个吧。诶，没有没有，他现在还在外面算自由人。没有，我们不看同意。五个吧，五个吧。小贺没事。没事。啊，洪瑞。没事，六个六个。啊。今天醒的这五个。哦，啊天。什么时候出来啊？诶，11点多吧。哦，好吧。天意也没事。刚刚好吧。没事没事。啊，巧克力和张一山也没事。没事没事没事。哦，好，问一下，我怕，看我外面也没人，怕人不够，等下。哎，我刚好想说这件事。哎，怎样？那个，其实我有点想去大公司啦。大公司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我想帮手。帮手？因为看高富帅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嘛。我在监狱没有他的消息，他跑去哪了？要不要去大公司帮手嘛？但是好像跟大伟跟陈赫有点反感吧，有点抗拒。你说你，他说，你说反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有点好像不太想我去那边，怕我有危险吧。可是现在小公司不是你管吗？这样怎么办？还好啊，只有钱是我管的。啊，其他现在都是老科。没有啊，其实我们那边真的没什么可以做了，就只有每天自己工作，只有那个市区酒吧。市区酒吧是什么时候做也可以啊？还啊，这件事等你出来再说吧，明天。还有那个啦，那个小天呐、啊，是小天吗？那个女生，嘿，我没有问她名字，有点忘，她好像昨天被抓吧。他想说要不要赔点？要怎样？你原本是买多少给他的？我应该200啊，后来跟他说350啊。哎，我一直买上200。一开没有，一开始那个起步金，那个我跟他说第一次卖我就先卖200。好呀，我红妹跟我说我卖了3G给他呢。怎么了？你卖都卖200吗？对。这公园扫地哦、你现在都说350，你就说我说的就好。这扫地有你有开心？你说，他说被抓了，可以再便宜一点吗？这样吧。我跟你讲，那个是我们最低，我跟他讲过那个成本啊。你再低的话，我们就自己去卖啦。因为他说找你谈呐、啊，但是你有手机吧？有我有手机啊。对，你可能等一下要找他，跟他说一下。我跟你讲，最低可能就。350。350吗？嗯，最低350，因为在350他有点可能不会买呢。我跟你讲啊，350不买，他也没货了啦。我跟你讲，350我们自己卖都赚450了。哎、欸，其实那个人值得相信吗？你说那个小天是不是？那个女生啊，我没有问她太清楚什么名字。嗯。我是建议这个人要再观察一阵子，你要怎样？你要收到他进公司是不是？嗯，如果他真的卖毒又不想给钱，我觉得可以啊，就跟大公司一样，70%放在公司就好了。如果，我想一下，你是啊，这个因为他说今天问你啦，所以这我刚刚有看到他，但是我没有听到说到话。你公司那边几个人？现在3个吧。你老科还有一个品轩，吴品轩。哦。但是哦，那个说很清楚这边做什么、那个。了解。我想一下哦，小天。那边也缺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你觉得要再看一下就再看一下。你。我也觉得不用急了。啊，不然我现在，我现在电话联络他，他。没事啊，那个、你等一下进去再慢慢联络吧。你吹了防弹衣那个还有其他事吗？没什么，问一下外面的情况。外面哦，嗯，还好啦。他们今天也蛮多的，等少权出来就6个。阿角要明天了。哈？阿角要明天，就1点多。1点多啊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刚刚有听到。我再跟那个，我再跟小天讲一下。好
可能我讲好了，我可能就会叫你收他。你看看吧。你先公司密码先不要跟他讲，你要拿货就找你拿。你先跟他讨论一下吧，他可能不想进来也有机会嘛。我看他很缺钱，应该他也很赶啊，他也很赶。先试一下看他卖的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哈。啊，怎么了？你们还要很久吗？怎么了吗？还有人来看他吗？不是不是，因为哈有一个人要办理那个出狱。哦，那如果我们还要很久的话，我先处理他。他给我一些吃的先。好，我好了，我给他吃的。旁边那个有窗口哈。你看他几号？你，我先处理出去，再跟你们说吧。哦，认识哦。对啊，在里面扫，在里面扫。还有花生吗？有，很多很多。那料理呢？你花生是身上放多少啊？剩三个，给我17个。哦，料理9个啦。啊，你拿一些放公司。等一下，8个，给我8个就好了。你给一个阿哲吃吧。我们里面有吃的饱。你们说的那个阿哲是叫做什么？老板，对啊，他们都叫他叫他阿甲、啊。教不是在监狱里面吗？对啊，我叫他给他吃啊，物品水，他自己就可以跟阿姨顶的。五个水只能5个啊。好啦，你好啦，谈好再打给我吧。好。对面的，你先等一下，我先送他出去、啊。好，你先忙，安呐、啊。问他要不要工作，叫他去阿妈那边帮我们卖毒，等于他一个养两个，一个养两个，太坏了。Homie 呀、啊，Homie 呀、啊，我超想你，我爱死你了。不是啊，你礼拜日那天会到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是想问说你那个时间点啊。我们是要去火车站停车吗 ，Homie 啊？因为我刚才跟阿信聊到这个东西。Homie 啊！我 Homie 过来打招呼，人就没了。OK。Hello。哎。还好再跟我说。好，我等一下谈完再跟你说。自行前往啊，你说直接骑到台中啊？你车要停哪里啊？可不可以跟我讲一下停哪里啊？我比较想知道车要可以哪里可以停，还是你也不知道，那我就自己去找。有人要领养的三杯花生吗？哦，烟尘酒，哦，我知道。还有人在吗？我还在啊。那你哦，他们呢？我还没出去啊，狱警不是送你出去吗？不是，我说大伟他们呢，大伟老板他们呢？我不知道你要问他们呢，你要打电话问一下。他们是不是在谈东西吧？我在公园扫地。要三杯花生吗？不用。你也很有种干。哦，后火站的位置 ，OK。你是没看过我现在的样子。我好像没看过，我去看一下。你等一下自拍一张传给我看。我怎么自拍？手机拿起来，按相机，按中间就可以自拍啦。那假的？对啊，手机那个有一个中间有没有？那一颗按下去会跳桌面那一颗。我刚刚还跟警察相遇呢，在医院。你要说，跟他说你好，起红肝，他会不会抓你啊？我不知道呢。所以你现在改了什么名字啊？我。名字吗？我还别名哦。看你娘，你看，我看到小浩在旁边。哦，你停后站了。如果我们大叫王大伟的话怎么办？好了，我们那天就停后站。什么意思？
报告，他们很多人呢。很多人。欧文他们。他们要干嘛？他们又想干嘛了？没有啊，他们在那边聊天。滚。正在那里聊天。在。他们几个人？好像六个七个吧。六个七个，你要数清楚呢。哎，难道我直接去他们旁边去数吗，大哥？对啊，一二三，大声数出来。你要跟他们预约病床啊。哎，干嘛？哎，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动。现在有预警吗？有啊，干嘛？啊，无聊。我去会客啊。你去换你会阿角啊，还是你要会笑拳也可以啊。干嘛？你要跟我聊天是不是？也是可以啊。哎，你看看，老板你看过来一下。刚刚拍了，我会客准带一个人。刚才有一个狱友哎，他全身好黑哦。他的是白头发。对啊，他出狱了。哦。你要我钱给你。然后他讲话都像猪这样猪那，然后他讲话说什么是摆烂摆烂不摆烂。对，他部落来的啦，部落来的跟那个。他说他前组可以跑部落来的是不是？部落来的啦。校犬游戏啊，臭欢呐、啊！是什么番？没有什么番嘞，靠北哦，我还落番嘞，你娘、啊！他部落来的，我怎么知道他哪个番？我又不知道他部落叫什么番。啊，他说他部落来的、啊，他说他们部落什么什么什么小的，我也忘了，他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。妈的你哥！哎，你攻啥小？忘记你的。哎、欸，你他妈，我他妈被锁在这边靠！不要乱讲话，不要讲那歧视话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、啊，忘记你了。欸、没事没事，走吧走吧。哪个？你安尼凶悍哦，你等一下会被告哦。因为我刚刚在处理那个出狱的。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知道我知道。哥出狱了。部落的啦，部落的啦，什么要被告啊？我假装他要出狱了，我怕他对对对，他会投诉我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一件事一件事慢慢来，不急不急。这都小事，这都小事。这样你看这样花钱。不是啊，那个羚羊的梦中人、啊。什么？怎样？安安呢、啊？什么梦中人？安安呢、啊？梦中情人。对，安美，安美，安安是谁啦？干，就是你上次说没有穿胸罩那个。跟那不是我梦中情人哦，靠北啊！哦、不是我，我只说他没穿胸罩而已哦。先生，怎么又有访客了？我吗？我好想买。我不知道啊，有人按房铃了。你去问一下，你去问一下。这个呢？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是谁啊。应该是还你啊，是不用，他说不用还我了，我要出去了。对对。好无聊哦。哎，那你顺便把保镖啊。哦，我有要保镖啊。靠。我他妈一直带食物出去，看你你。不错啊，好，那我等下再去做，我出去就去做。然后再进来吧。有可能哦。那我会很欢迎你。哎，你要出去继续送是不是？送订单。我，你知道我刚才给他什么吗？送信物啊。订单。哎、欸，你哎、欸，那我跟你讲，真的不行，连枪都不要掏，不然他会多开你一把。我昨天就这样啊。白痴，我们昨天连枪都没掏，然后他还被他八四十八，靠北啊。没有他，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事吧？哦，那是哦，他带二级哦。啊，他没有晃啊，可是我们助手呢？他助手，我们也没有那个呢。我的朋友穿衣服穿很少。助手就基本的啊。靠呀，助手没有整形啊？没有。这边没有自首减刑的啊，不然我怎么被关那么久？对对对，白色头发，对不对？不是啊，你是东西嘛？那没有啊，我自首啊！我跟你讲，我那天自己去自首啊。啊，助手不那干，早知道就干一波了，靠腰嘞！我来助手。我跟你讲哦，干跟自首差很多，你要自己想。就是那个投资报酬率问题，而且警察很多的话，你们也不好说。而且我们那时候车子已经撞到。那个他们六个，他们六个直接停在。他直接停在路中间，我们那个上坡飞上去，直接撞上去，连刹都刹不住。警车啊？对。啊对啊，我们也没有会很。我操！那他们那警察有料哎、欸就是。警察已经做好缓冲准备了。
那个是那个绿色头发的跟那个白色头发的。哦，白色头发女的吗？啊对啊，对啊，那个很丑的。哦，什么样的什么样的？啊，绿色头发是谁啊？男的，我不知道是谁。我跟你说，我刚刚你撞到一个女生。阿蒋，你知道他是谁吗？他说话也好像你们说的那个。那个绿色头发的。一条先生。哎、欸，我啊。然后我还。有一个叫做不是啊，是女的，另外一个哦，陈赫啦，他好像要走到这里、啊，怎么啦？哦，好、啊，走啊。没有，那個、他说话好好笑的。那个欧文老板还叫我收他呢。哎、欸，我先那个、哦、退伍先念。哦，你要关门嘿，等下人跑出去，你人就没了嘞。对啊，你房客很多呢，我一直关门开门关门开门嘞。训练你嘛，怕你以后这种事情忙不来哦。对的，不会的啊，小意思的。你们请哦。哎。嘿，少年呢？安奈来。来跟你说一声啊。说什么？不知道、啊、怎么了、啊。没怎么了。不然、欸，来吃饭是不是？来看看你嘛。干嘛啦？他妈讲的好像他妈有事一样，怎么啦？没有啊。你是安怎？心情不准嘿？有一点吧，心情没有很好啊。干嘛？你是怎样？啊，你不是说我们是 home 吗？哎呀、啊，怎样？我们来看看对方，合情合理吧。可以啊，不是啊，啊你怎么听起来好像不是很 happy 啊？等你们都出来了。快乐啦，明天就出来了。OK。我想回老家一趟。回老家干嘛？怎么了？老家怎么了？没有怎么了、啊，回去看看老妈嘛。哦，也是啦。哇，你回去要回去多久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我也会回，我还是会回来啊。你这有跟大卫讲吗？有，我只跟你们两个讲，我不会再跟第三个人讲啊。啊，你没有跟你隔壁来讲？我隔壁还是谁？常坐你副驾那一个、啊，没有哎、欸，干嘛啊？你干嘛？怎么？就回老家讲一下而已，应该没事吧？就跟大家讲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怎么？这，没有啦，心情也没有到很好，就想说。算是也是回去老家散散心嘛。哦，啊什么事啊？啊不是啊，你在外面怎么了？哪个王八蛋打你？我去捶他。干你娘嘞！看谁敢打我啊？我啊。阿半，等下叫那个狱警。开玩笑的，开玩笑的，靠北哦，靠北哦，开玩笑的啦，你懂什么？哦动作我真的是神经病哦！我跟你滚生气哦，你是咧？阿乔应该在里面吧？对啊，来跟孝贤聊天啊！孝贤差不多晚一点就会出去啊。怎样？嘿皮一下嘛，我快出来了呢！干你娘！那到时候我们就可以干爆那些母亲阿囝啊！鸡巴！对啊，我会等，我还是会等你们出来啊！哎呀、啊，帮你们把。该拿的都先拿到，我会先回老家一趟。哦，如果你哪天，哪天突然发现我怎么都没有出现，就是我已经回去了。看你回去不讲谢啊，看还要我自己想到，我会忘记呢。这个人少一根筋，常常忘东忘西耶。我不讲一下吗？我这样突然想起来，我会难过。笑话、啊。好了，就凭你这句话。要走通知卫生啊！回去之前，我会传个简讯跟你讲。哎，你要坐车哦，你不是要搭飞机哦？我跟阿强的老家是同一个老家，
他都坐车，我怎么可能搭飞机啊？我不知道，其实我不知道你阿强那天怎么出国的。嗯，啊，那天我没知道。不要跟任何人讲。没啦，家己的，你迄无想要讲就无差啦。家己的，反正问起我就，我不知道，我没有收到消息，我完全不知道。OK 啦，你不想跟大家讲 OK 啦，那个还是怎样？有人在搞你是不是？我就帮你搞他，干你啊！没有，啊不玩嘞，你讲不想，不知道你不想给他们知道干嘛？他们自己人呢？他不是那个北国的白小姐。好，我只跟你讲，但是，哎，我什么代志？你就当做什么都不知道吧。哦，好啦，你讲啊。我变成晕船了。啊？我不小心晕船了。不是啊，你。看啊，你昨天没有去坐船，你怎么晕船？不是那种晕船啊，你脑袋可不可以多根筋啊？螺丝转紧一点好不好啊？啊？不是，你说的晕船是哪一种晕船？对不起，他很。你说什么的啊？不是啊，我中意一个人，这样懂吗？哦，谁啊？你怎么跟大伟一样八卦、啊？不是啊，干啊，搞完那个人问起来，搞完问起来，我就说我不知道啊，该不会是那个医院那一个吧？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乐的那个小乐？不是，还是现在章鱼烧？干，你干嘛沉默啦？靠北哦，还是阿嬷啦？我去找狱警，你等我一下。哎、欸，你中啊！好啦，你继续讲、啊。你都猜到了，还用问？阿嬤，你等我一下。对、欸，你中啊！你等下，看你要塞桃。好啦，我大概知道了。不是啊，晕船归晕船啊，啊，怎么突然就这么？喜安座，你们俩怎么了？你还记不记得昨天我跟你说？嘿，昨天可不可以借我点钱？哎呀，不是 啊，你不是帮他还高利贷？啊，也没怎样啊。他说。好想吐。我一直对他这么好，他压力有点大。然后他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还清我这还哎还我这些人情，用先哭来毒笑。我跟他说，太狠了，我没有要你还啊，这一切都是我自愿的啊。还一个要他说你做的已经超出一个老板甚至一个朋友的范围了。然后我想说他都已经这样讲了，我就直接跟他说我喜欢上他这样啊。哇干，你直接硬刚哦，你直接那一波操作白给嘞，你什么都没有铺是不是？就直接跟他说我喜欢你啊、哦？哪有可能啊？那是他这样子讲、哦，我想说，我也不想给他造成太大的压力，我就直接告诉他，结果被发卡啦。不是啊，你发卡又不代表。以后没机会，同一间公司同一个屋檐下，你不试试看吗？继续啊，他又没有直接很死命的打你枪吧？那是什么我不要之类的吧？没有，阿曼呢？他没有这样说、啊，不然你自己感觉啊？我觉得那也是以后的事情吧。我觉得目前就先让我散散心吧。唉，这我嘛无多家己勉强啦，这我嘛无多处理，这代志我嘛是第一次拄着的。唉，没事啊。怎么这么突然就？
我感觉我好像每次睡觉都会发生大竖琴呢。哎呦，都好痛哦！那、你有没有跟他讲后续之类的什么东西啊？就讲完这句就都没讲话了。有啦，今天从公司开车出门，想说去做个打个工，一出去就跟他对撞。哎、欸，有料呢，撞出火花。啊，人有没有怎样？没怎么样。可不可以不要再亏我啦？不是啊，干，你们也太……哎呦，感觉你还是有机会啊！你看，连开车出门都会撞到了，你怎么不再来？有没有那个跟冲装备一样艺术，你知道吗？冲一冲，干没过，扣那个累积，那个累积的那个程度有没有扣50%？继续累积啊，冲到过为止啊！你敢不敢拼一搏？我没有说我要放弃啊。哎、欸，你没有放弃 啊，不然你会。啊，不是啊，我以为你回老家就是要放弃耶。我只是说我回去散散心，我什么时候说我要放弃？我什么时候说我不会回来啦？感觉嘛，讲得很伤心难过，我就想到那边去了、啊。不是啊，你，那你这么突然回去，他会不会想东想西啊？会不会哦？小何是不是因为我所以才，然后他也回去，他也回去，他哪里来的、啊？他是大家啊，我也不知道他哪里来，我没问那么多。他会不会也回去老家？首都马，首都马那个那边的大学生啊。哦，他会不会回去继续读大学这样？他会不会只像跟你一样想法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唉，好啦，你这件事情你要好好处理啊，这个我也没办法帮你多少，那种事情哦，我自己也都处理不好了，对不对？你有看我在跟人家怎样吗？应该没有吧。跟你说了嘛。哎呀，反正我还不会回老家，不过。我回到家前一定会传个简讯跟你道别。OK 啦，啊，记得拍一张照啊，让我看到你最后在这边的那个样子啊，不然什么叫最后啊？我是要死了是不是啊？没有，这道别照啦，哦，我不要恭维了，看，哎，这道别的照片啦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你懂得啦。我是不是就比较不会讲话、啊？这个只有你跟大伟知道，我没有打算再让第三个人知道了。好啦，那你回去要自己多保重嘞，被人欺负记得 call 我，我马上过去支援你嘞。我们那个老家这么远，你怎么来啊？你给我地址啊，干你娘！我他妈拿一把乌兹伟送过去。你啊，人家我们老家都在拿 AK 了，你拿那个乌兹要干嘛？奇怪嘞，我拿一把手枪就可以打过56，你懂这？你没有看过玩 Apex 是不是？改天带你去网咖玩。好啦，不提那些啦，干。哎，你讲你讲你讲。那狱警在你旁边啊？没有啊，没有啊，哪里？他不知道给我吃的，走啊，他旁边给我啊。好、啊。好啦，你那个，自己小夸，我看你，你他妈给我，是假的啦。哎、欸，你那个牢饭是不是太多了？对啊，满的。看。我刚，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有分他一点点的。哦，那没了、啊。那你给我肥皂，你要我去捡肥皂是不是啊？没有啦，肥皂用得到啊，去洗脸啊，去洗脸啊。
洗脸洗脸，外面空气很脏，有没有？你去洗一下脸。肥皂用得到，这边免钱的不多拿一点，妈的跟白痴一样，对不对？金金鱼是要肥皂是要用来剪的，不是用来洗的。然后我第一次用听到肥皂用剪的，你不要靠近我呢，我都不剪肥皂的，都用沐浴乳啊。有些监狱不开放用沐浴乳了，我们都用肥皂。我沐浴乳自己做好不好？可以了吧？我自己做可以了吧？我用肥皂做。你是要怎么做？我把它压缩泡水就变成沐浴乳啦，只是没有浓缩的那么稠而已啊。我怕很稠很恶心呢。那不一样的 level， 你懂吗？那个是某些人才会用的，我这种人不是用那种树脂的。我真的这么勤俭持家的。你们 OK 了吧 ？OK 啦，差不多。你还要讲什么？你有一个室友，他出去了。哦，我知道，他有跟我说。他已经出去了。现在还有一个人在那边一直在等你啊。哦 ，OK 啦，我等下回去陪他。那气管炎，气管炎啊？哎，怎么了？我换会面他阿角嘛？哇，你要换会面阿角是不是？对啊，还是看看他嘛，我怕他太无聊啊。看他嘛，哎呀，应该是可以，可以吧？哎，我一个人又没有多带人，可以吧？你先过来。哎，你在那边等一下，我先回去。哎，这边这样会不会坏了你们这边的规矩啊？因为我不知道你们这边规矩。我很少进来这边啊，我学长哦，就这几天会射死我，也不知道规矩嘞。没事，没事啊，这树助燃。哎、欸，阿角啊，哎、欸，你中啊，不要串门。会来骂我、啊。阿角，不要皮啊。我无聊。小姐，好，等我啦，你小贺要跟你聊天。这个，那个人要跟你见，你不想见他也可以啊，我可以跟他讲。欸，他很 lonely， 他很 low pay， 他很 low pay， low pay， 对，他很 low pay， 他刚才车被人家撞，他现在很 low pay， 去跟他安慰一下。哦，可以笑他吗？不要见啊，如果你不要见到的话，也是可以。你要笑他也是可以，我没意见。我们要经过你们的同意，你们不想见，我们会跟他讲。好，那我去笑他。好，拜拜。去笑他是不是？好。哎，你带脸出了去哦，他有点悲歌。OK， 哎，等一下。我拿那个，你有给他速度吗？有啊，速度给他了。我连肥皂都给他，你想一下哦。好，那好吧。好啦，你去见他，我在这边看书等你们啦。你们现在无线电这么发达，还要见吗？哎、欸，还是要啊。听不见。听不见。但是真的。看书，哎呦，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啊？不行，他把自己人设给玩崩了，他这波操作人没了。唉，伤感啊。哎，我们先处理他的，我再来处理我的，然后问一下。处理公式。
到了，不用换了。跟志明叔叔，我偷的。那你把是人家刺杀掉是不是？你在这？哎、欸，安娜，我跟你讲哦、喔，哎、欸，他刚刚哦，还有一直刺激我，我跟你们警告一下，不要刺激我。他是谁刺激你？那个王八蛋刺激你？刚刚那个小小姐哦、喔，她被我猫一棍啊。啊，他人有没有怎样？没有怎样啊，他只是身体红红的而已，我没有很大很大地啊。啊，他刺激你什么？他一直在学我讲话。你要说，我跟你讲。他哦，他比较皮的，他小孩子个性。你要说，你要突然就这样，我干破了你啊！他吓到他就不会了。不是的，不是的，我不是警察。警察可以啊，但我看王小五都骂我们畜生呢、欸。你要确定呢、欸？不是，我要报着故事哦。再问你一次，你是把人家畜生？看你俩，能用嘴巴骂就不要动手，我们君子动口不动手，我们用言语攻击，心灵伤害。懂吗？哦，那个小虎学长哦，教我要用这个警棍哦，教我。我跟你讲啊，警棍是下等人在用的，我们这种高尚的人呢，我们都这个是不住。哎、欸，不是，啊、不住啊。我们杀人要诛心，怎么诛心？除了开枪，剩下就是用言语攻击。哦，懂吗？怎么样？我们要去？哎、欸，不行啊，那个哦，电出事哦，那个人可能会终身瘫痪。我是建议啦，杀人诛心啊，我们要训练一下嘴巴嘛，对不对？俗话说得好，什么留什么口德哦，什么日后好相见哦，啊，那都屁话啦。我他妈今天没有把你妈讲到从坟墓爬起来跟我说 hello， 我跟你信啊。我看他只要皮哦，你就喷他爸妈，就直接喷一套啦。我跟你讲，还好那个小孩都出去了。哪个小孩子？哦、他可能就不准备我猫一个的。打完了。我看这是蛮乖的啊。我看他跟我嘴巴很臭啊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我们公司还有个更臭的啦，鸡巴。哎、欸、喂。都是我。哦，卡贝干到了。干你啊！你看他妈，你们听到？他说我死啊。要不要帮你四楼打一下？不用，他在外面。干你啊，洪瑞！干你啊！怎么样啊？你被关了。啊不嘞，你是鸡掰哦！他终于有一天会遇到我、啊。我跟你讲，我会把他送进来，操鸡掰。对、啊，他太可怜啊！我他妈出去我就把你猫成白痴，我干破了你啊，鸡掰！你有没有狱友啊？有啊，阿角啊。啊？你等我一下，我去看一下他们哦。好，你看一下啦。哎、欸，你要跳一下，你卡巴去啊？哎、欸，你卡巴去啊？你头发卡怪怪。我狱友啦，怎样？你鸡掰啦，干你娘嘞！干你娘，红干瑞！哎、欸，阿红干瑞，你，嗯，啊，你今天该做都做完了吗？我才刚醒，我要做什么？做爱啦，干你娘嘞！跟你吗？啊，你什么时候要他妈学做枪啊？鸡巴抢龙宝啊！妈的，读哪有读那么快的啦？干你娘！你每天读八本，你他妈几天没读书啊？唔正经啊！啊，你现在读几本书啊？很小。怎样？我读37本了。靠北啊你！我大概可以再读8本。靠腰啊你啊你你那个手艺嘞？有没有洗到一级棒啊？啊有啊，我一级棒呢。哦，干，那你现在每天都给我去读书。他妈你快点学做枪啦！靠北，他妈一把枪10000块贵死了，被警察收一次我就没钱了。妈那群臭乞丐！等你做枪，看可不可以做什么小、啊？他妈弄一把什么小出来给我，
没有，公司的零件挤一挤只有一把古森博而已。看人家古森博那么贵哦，我们不是很多吗？挤一挤就只有那把而已。七拍，啊你啊你赶快做那个什么什么什么，有一把白色的哦，那什么，好像什么什么手枪哦，老式手枪是不是？听说那把很有料啊，帮我弄一把来。我都还没学到就叫我用。没有，我就叫你赶快学啊。干对吼，要学那个我也不知道他要那个老师要。我也不知道是谁啊，所以我先看完书再说吧。你先看书，我改天带你去。我改天带你去。哎、欸，我先退一下吴店店，我联络一下事情。OK OK。破你，太凶了。喂。喂。魏小姐吗？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听说最近好像过得有点不太好，是不是？我现在在开货车啦。不是不是，听说你被抓到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你有没有供出我啊？我这边有收到消息哦。怎么可能供出你啊？对啦，你现在户头有多少钱？十几万吧，十几万是不是？怎么了吗？这很私密耶，怎么会问这种问题耶？我想要找你来做一些事情啊，不知道你想不想赚点钱？什么事啊？我这边有一间公司，它是专门做那些，像我之前交送给你货那些公司啊。这样你这样也有个门号，那什么门路嘛，可以去黑市买一些东西嘛，对不对？你可以自己种一些。我听不太懂哎，你说我要负责做什么啊？应该交代工作室会那边有个负责人，我们都叫他阿嬷，他会带你去种。我知道那个阿嬷，对，他我们自己的啊。他你之前不是叫我刚刚买东西吗？哎呀，啊，因为我们东西哦。交给他，就是有一些东西都交给他，因为他有跟我讲过，我在想要不要找你啦。啊，我是要问你有没有兴趣，就是跟他一起打拼啦。啊，因为公司你说跟阿嬷吗？对，跟阿嬷，他做的事情不太会被抓啦，除了你卖的那些糖果以外，你有没有兴趣啊？可是这个。有什么福利啊？福利哦，不好康的啊。好康的哦，啊，你帮忙做事，时间一到，公司资金也够了，就会发薪水嘛，你懂的嘛。啊，你的意思是要我去加公司哦？对啊。我还没有那么想加公司哎，我还在考虑哎。他只是跟我推荐说，看要不要找你啦。都谁跟我推荐啊？阿嬷。啊？因为他看你也很需要钱啊，就想说找你来公司做事啊，反正你也会有钱赚啊，就种每天种完毒包，我们帮你们包完，然后货都在你那边，你也可以去卖。不过他会跟你讲说那些卖的要怎么算公司的，反正算一算最后会发回来，因为公司里面还要点钱。因为关于租金的问题，还有一些问题啊，这样我会不会很危险啊？你说被人家开吗？我又这样了，什么被人家开？不然你说危险什么？我说我去做这件事会不会很危险啊？不会啦。你们是不是找我去做替死鬼啊？啊，我最近替很多公司在找替死鬼。什么公司？我们公司没在找替死鬼的啊，我们公司对待员工就像对待家人一样啊 ，family 啊。Family 啊 ，We are family。嘿、hey, ，对。啊，可是我记得，啊，你跟阿嬷是同一个公司吗？他是我们的合作相关的。
我们是只有利益上的往来，然后加上我之前也跟他认识，所以我一些事情也很放心给他做，就是我们有金钱上的往来啊，所以我们才要合作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喂，有没有听到我说？我说我考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考虑一下可以的啊。对，那我跟你讲哦，因为你也知道，我才刚被警察抓进去而已。哎，我现在要做事要小心一点。哎，你要熟练一点啊。对，那个什么，那个阿妈是不是都卖200给你啊？对啊。哎，我会讲电话。啊，你不是上次你不是说200吗？我会讲电话，等一下。没有，他350啦，我是说第一次200啊，他说他卖4次给你都200了。没有，你是说，我跟你买的话，大量就是200。不是，我跟你讲说第一次200啊，如果你有找到人，那我都算你200。啊，所以你现在要涨我的价喽？我没有涨价，350是行情价呢。350。对啊，300，我跟你讲，你考虑一下。我跟你讲，你去再找一个来跟我买，好，我就算他350，然后我已经找不到了。这边都没什么新来的吗？我跟你说啦，我的朋友不是医生就是警察啦，我要怎么找他？哇，你的朋友不是医生就是警察啊？你还来做这种事，你会不会？我就是缺钱嘛。看你这样挺得中线，然后你的朋友都是公子的，你这样会不会出事啊？我已经出事啊，我就说我已经出事了嘛。嗯，因为如果你是加入我们公司，我们阿妈那边的公司的话，他是你拿毒去卖，不用算钱，然后只要抽成给公司就好。嗯，就是等于你不用花钱，你会有钱。我好啦，我考虑一下，我确实很缺钱，但是我还是要考虑一下，因为我觉得同学安再被抓进去实在是太危险了。我现在已经有案底了，我以后找工作很难找了，所以我们公司才会来找你啊。哦，因为我们公司就是缺点人啊。嗯，案底我不在乎，我们只在乎什么？我们只在乎人品。我没什么人品啊。哎，不是这样讲的，我注重一个人的品德，你懂吗？我注重的是品德，我不在乎你会不会赚钱。我跟你讲，你先要有品德，赚钱能力我们再讨论。好啦，那我知道了。那个林阳先生你在哪里啊？我等一下看什么的，我现在在工作啦，我等一下看有时间我再去找你。找我？啊？你可能要来中部找我呢。中部在哪里啊？你等下发位置给我哈，我有空就过去哈。啊，我先工作。你可能进来有点难呢，我在。没事啊，哪里我进不去哈？我先。哪里进不去哦？监狱呢？监狱啊？你在监狱啊？我在监狱弹竖琴啊，这你弹到明天呐、可你很难进来。啊，没有，我在门口啊，没在门口跟你讲讲话。没有，你进不来，我在里面，啊、我在里面跟他谈公司，要谈到星期三才出来。你要谈公司哦？对。你谈到明天啊？就是对，谈到明天才会出来。哦，好哦。靠呗。啊，那不然、你就在里面吃饱睡好哈，我明天再找你。如果你有那个意愿呐、如果你那个意愿，你就联络阿妈就好了。哦，好啦。你有那个意愿啊？如果你没有意愿，那、明天要找我也是可以。啊，明天要找我可能就11之后了。哦 ，OK，OK，、我要考虑一下。好。好，再见，拜拜。再见，拜拜。看一下这个。挂电话也是够快，哇，跟妹子聊，他妈的，你动作话就在干公威啊！我比较喜欢跟认识的讲话，你们是网外，我是室内，我们是室内互打，开车呢，干你弟啊，西野会开始会干话了呢，完了，会干话了呢，同学。干嘛？这样？小贺怎么感觉心情不好？没事，我不跟你说他车被撞干的啊，那个我问他，他说没有啊。OK。
靠腰、啊、他刚跟我说他车被撞啊。哦，真的吗？不好意思啦，我想一下。那我看看跟我说什么。我刚才骂他，骂他干嘛、啊、自己人还骂他啊？自己人啊。没有啊，不错啊，他讲了一副自己要输的样子。对啊，我还说干你你啊，你就车被撞而已，傻小。他还说没有啦，没有啦，我今天胃痉挛啦，胃痉挛啦，比较不开心啦。但你习惯了。你是有听到什么声音吗？有，他讲话很大声。啊，对。他讲话很大声。超大声的，我以为是我幻听。幻听，等一下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这个看看不看得到。他妈！你再大声一点啦！干你你啊！哎、欸，应该。干了一点。不要乱学啦！啊、不要乱学，不要乱学。哎呀，干！你要到明天呢？啊，你要明天跟我一起出去是不是？都可以啊。明天干，我明天是十一点呢。十一点。哎呀，十一点呢？十一点多吧。多少？很多嘛。可能多三十或少三十吧，就十一点到左右啦，我也不确定耶，等下再问一下。OK。那、啊、他刚才也没跟你讲什么、啊。没有呢，但是讲了一副有点在办身后事的感觉呢。靠背。没有啊，那你跟他说啊，你是在来干呢？妈的！哎，我要偷听一下，他们在干嘛？偷听一下。会啊。他们捉鸡耶，听起来很捉鸡哦。我听一下，我听一下。我刚拿了餐盘给小赫。哎呀，你刚才怎么没说？哎、欸，你要去哪？你有塞肥皂给他？拿回属于我们的东西。他已经在丢。哈哈哈哈哈！拿了餐盘给他，因为我昨天塞给他。哈哈哈哈哈！靠呗！干他妈笑死！餐盘好吃。哎呦，靠呗！我那卡个呀？这什么？我啦，我证明胶。哎、欸，我去跟那个厨房阿姨拿个材料。靠腰，我可以做了。我要读书哦。要读书吗？啊、我最近很认真在读书。啊，你读书未来想干嘛？我想要当医生。你要学医的哦？你不觉得这个志向非常的伟大？啊，你说巧不巧？还行，我每天都有在努力。哦，每天都有在做东西，是不是？都有在做小艺品，是不是？像什么假的塑胶玻璃啊、嗯？这个没有。阿爸，你怎么训练的？洗碗玩。你不是说你不洗碗的吗？我为了想要当医生，让我的手更灵巧，我去洗碗。哦，也是啦。哦，什么？原来就。做小猪猪也可以，这条手艺啊。小猪猪是什么？就是手手工艺品啊，对啦，对啊，手工艺品可以啊。哦，真的假的？那下次你带我去做。啊，就在公司啊，公司不是有工作台？哎，对哦，哎，有吗？有啦，好像有呢。我跟你讲，你就拿去那个什么公司仓库里面拿一本书、哦。拿什么？拿回收的那本叫什么？如何废物利用塑胶片啊、哦、就是他会教你怎么把空瓶子用成塑胶，那种塑胶瓶有没有那种保特瓶，把它 变成那个塑胶啊，你在塑胶再去做再去找那个看那本书，那叫珠宝啊，全世界什么珠宝啥小的、欸、相关、哦，那本书，他会教你，他会给你看珠宝大概长怎样啊，你就照那个模具样子把它捏出来，捏出来就好了。哎、欸，捏出来啊，就运气。要把它找。有时候你说。舔一舔，跑一跑。哎、欸，你加 Oreo ham。好吃。你不要那个太甜了。牙齿会痛哎、欸。你蛀牙、啊？没有，我敏感性牙齿。那个哪会痛？靠腰。会啦，我会耶、欸。好气，他妈哪会？我他妈第会啊，真的会、欸。靠皮，真的会。不是啊，那个是冰的哦。哎、欸，不是，
我跟你讲，甜的也会。不，会啦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真的真的，我问你，你有没有吃过小时候软糖？讲到流口水。干嘛？你饿是不是？讲太快流口水。杨飞，你有来吃点花生是不是？来，你对面吗？好吧。然后。小时候软糖，你知道你咬它，它不是有韧性吗？然后咬它，然后它不是会黏的，就是你的牙齿会这样完美的契合，就是你的那个齿缝里面会有满满的软糖，就是你咬它的那个时候，你懂吗？我在干嘛吗？然后就很甜很甜，然后就从牙齿的表面叽叽叽叽到你的神经。哎，那你知道为什么会到神经吗？没有，我跟你讲，我没有蛀牙，我看过医生。那个是蛀牙啦，哦，那个不是，是蛀牙。我看过医生，我都没有看过医生啊。你都没有看过医生啊？我说我有。没有。我说我有。没有。哎、欸。我有。怎么小啦？我的眼睛，干，他妈的，我的眼睛，我的眼睛。他妈的！在哪的？在哪里啊？我看到了啦，在哪里？里面的地上。他妈，我要怎么拿？捡不到了啦，算了啦。初期再买。干你娘嘞！干什么？他妈的，在里面。鸡巴呀，干！哎，我不会催眠，我没有精神。哎，我们可以出地吗？去哪里？那边，你要放风吗？嗯，好。明天要预警呢，等预警。对啊，不知道啊，干，不要踢，等下进来用敲的。啊，你是不是刚才被他敲？他刚才跟我说你太凶了，他直接敲你的头。不要、啊、打他，人不错啊，对不对？打他？啊，你不是敲他吗？是他敲我。哦，你刺激他、啊。没有啊，他说我学他讲话，可是我没有啊。你叫什么？没有，他可能不认识你啦，因为你原本讲话就这样啊。而且他讲话，对不对？那个，我不想承认、欸。啊，承认什么啊？啊，不知道你讲话就这样啊，不然怎么办？我突然有点想给你钱了、欸。你是有戴帽子出来啊？我是差点打到你。你手门怎样？我看你直接敲铁门呢、欸。我中个。狱警啊！狱警啊！这个手敲到啊，你有没有那个给他呼呼一下？我没事，我打他。狱警，我们可以出去吗？等外面走走啊！啊，我们进散步。不要，你看我时间呐、啊。OK。不会啦，不会。啊，会不会他有近视啊？我没近视啊，干。林勇。有近视的话，只能很近嘞、欸。我帮你拿花生去给芦荟啊。闭嘴啦，干！啊，你喜欢他哦？干你娘嘞！不是啊，林勇，为什么你不叫我给 ？OK。闭嘴啦，陈赫！我干你娘嘞！有王太大声了。给了我快40个，你不叫我给。陈赫你袂歹。干你专门乌坑给我跳。没有啊，不是，你现在没办法给他，我帮你给。他妈，你可以打电话给我，你知道吗？你这王八蛋。我在开车，可以打电话吗？你可以停下来啊，看你爹啊嘞。没事啊，兄弟互相帮忙，合情合理吧。你知道吗？我养一只宠物啊，它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逆击败啦，你击败啦，干！你击败啦，干你娘！爆料公社，干你娘，这个人畜生！笑啥小啦，干你娘，嘴去白啊，臭击败啊！哎呦，很气哦。他妈的，你他妈过来探我的时候，干油桃干兵跟他西北西部诶，操鸡巴诶！他妈现在他妈讲无限剑讲得很有气势的啊！给我闭嘴哦！干你弟啊！
他妈就是车被人家撞，他妈在底下难过什么啦？啊，你那台车是哪一台啊？我怎么没听说你买车？抱歉，刚好你被关了，所以你没上我的车。你要自己的香菇。哪里有香菇？这里这里，你看到旁边有那个板子，另外一边也有香菇。靠北，你挖水泥地。我挖香菇，你站在这里，等一下会有很多香菇，好多哎、欸。真的啦。有没有？哎，怎么有香菇？都香菇哎、欸。一只香菇可以干嘛？不煮的。我煮出。可以做出的吗？不许。蘑菇汤啊。嘿嘿，我要挖香菇。可以这样，这边还有金针菇嘞。我一直挖到一堆香菇哎、欸。哇，你们在里面也有的玩呢、欸。白痴哦、喔，我第一次出来操场哎、欸。有香菇。哦，那你有看到很多香菇吗？哦，嘿。可是我今天出去很晚呢、欸。啊、那我明天再出去好了，不然我今天出去很晚。香菇，香菇，你要不要一起挖？你也可以挖。他有带啊，很多香菇哦。啊，香菇可以干嘛？小贺，你买什么车？明天出来就看得到了。干你娘！你不要给我买黑头车哦。那可以干嘛？想买那台哪碗哥、啊？感觉中毒呢，你出门来碗哥哪一台哦？我那台。他买你的哦。哦。同样款啦、啊，不是我的那台。哦。那个二手车的那台、啊。看，如果他妈他给我买黑头车，我出去就直接把他烧掉。啊，早晨买呢。只要你想说。我说我怎么跟犯人在做一样的事情呢、啊？没有啊，你无聊找事做。有没有发现车门掉下来的问题？不瞒你说，我也想买。我那台够像了吧？我那台灵车，我直接载你出兵。哦，真的灵车，真灵车，我有坐过。我用那台载你啊，干。红瑞也醒了、啊。他刚就醒了啊。他不是醒很久了吗？不知道、啊，你都不关心我，没数了。我刚刚没有在无线电。红瑞怎么醒？哇，陈赫，感觉你变了。变的啦，我刚变。他刚才这样跟我讲。你变得很快乐。他刚才这样跟你讲啊。我劝你最好是不要乱讲话，我现在人在医院啊。没有啦，我们不是 homie 吗？你喜欢芦荟哦、喔？你超级掰啦。李阳，你喜欢芦荟哦？我喜欢你妈啦。不好吧？我妈已经说了。哇操！啊我离婚呐！啊，我我是表述尊重，对不对？喜欢也是一种爱的表现啊，像我喜欢大家，我们是个 family， 你懂吗？没错。对啊，我爱大家，我爱大家，除了警局的畜生，我都爱啊。明伦干你娘嘞！我想要给他沾泪。香菇。这香菇可以干嘛？做蘑菇汤哦。不知道耶。干。可能哦。我他妈第一次看到水泥地会长香菇，干你娘。一点都不能做。这我他妈刚才看那个。吃了感觉会中毒。我刚才看出了也不会变大猪啊，出了应该会得了得得得了。得得得。出了就跟马里奥一样。看这挖那么多个干嘛、啊？大伟啊，不知道拿地盘吗？等等啊，大伟、啊，大伟人呢？他躲起来了。躲啥小？我要问他说，监狱的蘑菇可以干嘛啦？干不然这个狱警新来的，他也不知道，我们这边挖蘑菇跟白痴一样。
啊，新来的狱警有卖防弹衣吗？哎、欸，那个是不要在这边讲，我们有门路的，我们有门路的。哦，那个事情交给专业人数，那个我们的经纪人，我们经纪人会帮我们处理哈，这个不要问。哎，你娘，怎么那么多啊？你在看什么？我来看你啊。你在跟芦荟真团练习、啊。闭嘴啦！芦荟一，对。你再一句啊，干你娘嘞！芦荟。一个一句啦。看你啊，你不要以为你，你要、啊。你别以为你是女生，我就不该看看你。我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卡莫来了。他用我的，你怎么还在我？没有，打情骂俏啦，打是情，骂是爱，不打不骂是变态。干你啊！像同事一样的行为。哎、欸。這靠腰，你中午干嘛？你干嘛啦？你中午干嘛啦？哎呦，干高希奈。但是我看你在自转的、啊。跳一下，哎、欸，需要，我再挖一处。你要不要跳一下？没有，我刚才跳不起来，哦、我脚被黏住了。很奇怪，因为我刚才脚被黏住了。OK。哎、欸。你是变成香菇啦！哆哆罗哆哆哆罗哆哆罗，你们看到我在猪转？有，哎、欸，你怎么摔倒了？哎、欸，你还会闪现呢、欸！哎、欸，他怎么去到那？这什么东西？这什么东西？等一下！看起来像蜘蛛人呢、欸，像大法师哦，可怕呢！这什么东东？等一下，非常奇怪，非常的奇怪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怎么处理？要不要我帮你啊？我把你铐起来，让你不能做事情。哎，你可以帮我个忙吗？我可以帮你铐起来，让你不能做事情的。你可以帮我铐起来再解铐吗？我感觉我的手麻麻的啊。可能靠起来要好一点啦、啊，你帮我靠一下吧。哎呦，我靠，又修的吗？可是你好像站不起来。看你，我进啊我。你要不要坐一下？等，我知道啊。你现在有在挖东西吗？我看你一直在挖呢。我看他好了呢。好哎。欸然后我又卡住了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，他又在挖了。我跟你讲、啊，他是香菇中毒。我先，哎，还是这样嘞。等一下，等我一下。嗯。深呼吸一下。还是肚子太。好，我去睡一下了。好。干，哎呦，蹲太久了。好，我睡一下。我 OK。我就地。我看他在瞬间。我就地睡一下哦。好，你睡一下。你这样好像在演什么东西哦。靠威哦，干你哪！啊，RP 分心，还有什么？一个 RP 分心，没有 RP 分心，好不好？不要乱讲话。干好热哦，现在流汗。香菇啊，你太可怜啦、啊！再介绍给阿哇。哎、欸，奇怪、啊，香菇怎么没有去打我啊？
垃圾时间。嗨，嘿，阿贵，嗨。没人，不是有包子和那个吗？包子和阿伟吗？阿伟，阿伟，阿伟，阿伟。没办法啊，我们的嫩幼同学挂了，我们的嫩幼同学人没了。包子在写作业，国中生哦，还在写作业。啊，你瓦掉了。看起来不够好吗？嗯。还怎么掰卡掰卡的？应该跌倒。可怜啊。怎么样啊？好可怜哦，你是不是左脚踩右脚？你们是不是没有突然放风过？没有哎、欸，我第一次放风哎、欸，我之前都带人家去放风哎、欸。嗯。哇、哦，这边干嘛啦？你那边躺着是怎样？我在晒太阳。你不怕越晒越黑是不是？不会啊。看啊，反正已经够黑了嘛。你在摆的跟鬼一样啊！我没差，我完全无所谓啊！我白可以晒黑啊！那你头发可以长回来吗？不行啊，干！嗯，我小贺是你靠北哦。真的啦，嘿，安怎？我真的看不见。没有啦，我弯腰起来看手机啦。那个头神呢？哎呦，好助友哦。你是不是很常在做瑜伽？没有，我跟你讲啊。他瑜伽大叔咧。我之前健身的时候会做点瑜伽啦，那边的教练有个口诀啦，筋开腰软。会旋转。喂喂喂喂，红瑞再见，红瑞再见。你知道又一个，又一个是不是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。啊，你讲话真的会让人流汤呢、欸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阿爸我流汤了呢。念祖，你现在好一点了吗？你这一句没有好一点呢、欸。真的蛮无聊的。我们躺在这里晒太阳。还可以吧，但其实放风不会怎样。我也很无聊、啊。如果不是我，你们只能在里面呢，更无聊嘞。哎，我们看也没什么事，我这边不知道待几天了。不是啊，预警要放风啊。这只香菇可以干嘛？出啊。可以出吗？关一紧都不能做哎、欸，看我哪做到？那个做感觉会中毒。哦，又不会，又应该没数吧？不知道，你做了。OK 的，哪会中毒？中毒就好了，我也认了啦，干大不了住医院啦、啊，怕他哦、喔。可以的，灌灌肠，又不是会出水。洗洗没有那么严重。妈，这边全部都红线，我就不行。干的！红瑞，我把我车停前面一点，然后你插在我车后面。我可以整啊，整油一下吗？哦，你躺啊，你不要躺一躺，人就不见了。我试一下，不会的。
截图。我存点照片。没有啊，我这个人一向对也没有到感情很好。我跟你讲，那这个我跟你讲，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很客气，然后我就很客气，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就没有到那种压力感那么大，只是他还是会稍微说，哎，你可不可以注意谁啊？那就是至少我们有位阶的差别。那我们公司最丑的那个老板还在吗？谁是最丑？哎呦哎呦嘿嘿，唔听见啊，感谢你这一首诶。不是啊，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你不搞我，我也不会搞你啊啊，那个谁，阿角就看起来就乖乖的啊，他放风，他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，我先不知道他是怎么想啊，我放风我也不会去搞他们啊，经历过真爽。要干嘛啊，经历很无聊诶。哎，狱警啊！哎，怎么了？哎，你哪里来的啊？我是不是没有聊到你哪里来的啊？我之前这边的真正是当警察。哦。哎，然后这边听说很缺狱警的，叫我来这边帮忙一下。哦，了解了。没有，你要看你那环境的问题啊。刚下会期没有多久啊，我就来这边报到。哦，欸，这边监狱听说有些人很凶咧，你要注意点咧。不会啊，我等我学长回来哦，我跟他讲哦，身上能不能带一把大把的？你看你都有电击枪了，不需要大把的吧？大把的，我怕他很凶吧？暴，我跟你讲哦，暴动如果他们抢走你的枪，哇，你们学长会很头痛哦。小枪还没有那么威胁性那么大哦。说真的嘞，其实不用了，我这次就够了。不是啊啊，我们现在我假设一个情况啦，我们现在是两个犯人嘞。啊，如果我们两个犯人联合起来打你一个，你会不会怎样？对不对？啊，我们是没有。哎，我你想一下，你想一下，如果哈你们两个犯人啊，一起打我。那我当然是跑起来啊。我是不确定你会怎么做啦。我可以跑到一个你们去不了的地方。欸，通常都去得了啦。通常我跟你讲，除非你是隔很远，然后那边开关门，那就算了。我想过，想过，我没差。是你们很乖啦，不然哦，我也不会带你们放风，我也不会进里面找你们啊。没有，也不是我乖吧，我就想说来这边，也没什么事，在这边就好好蹲完，不要惹事就好了，我就赶快出去而已。对啊，你们不要惹事啊，你们惹事哦。这边惹事没有好处啦，这边乖乖待着就好了，对不对？又不会怎样。啊！忍耐一下，你们明天就可以出去了。然后刚我不知道忍到十一点多。哎，对。你要明天的十一点多再跟出去啊？是十一点整还是十一点半？半哦。好啦，十一点半。啊，干着还那么久啊，日子怎么还那么长啊？我是不是聪明的人？没有啊，阿贵，你可以跟他讲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有在心里遇到这种情况的话。你们要抢毒品回来吗？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。啊？不过可以准备了。十一点半。哦。你要不要睡了？我们在他房间。没有啊，晚点吧，晚点呢、啊。对，躺个一下。你也要抢叔叔。等下有太阳晒一下，不然我、好几天。然后他可能，你知道他比较不会怕晒黑啦，所以他可能会睡比较少。啊，他黑黑的，你看他，然后黑黑的，木炭。我刚刚问他哦，他为什么不赚茄子啊？他跟我说哦，然后巧克力，还有轻松一点，啊，在这边采。我说你已经黑了，只要你脚会更黑嘞。倒霉差。
他欧巴对啊。没有他的洗洗就好了。那个洗不掉、啊，那没救。白痴哦，小贺你下戏了、哦，哭哦。哦，最近今天很安静呢。哎呀，什么安静？什么意思？怎么安静？哎呦，你睡醒了。嗯。不是、哦，我说今天很安静的、啊，都没有听到我的警官在讲话。哦，好、哦，你说今天城市安静是不是？平常啊、哦，我的无线电脑，可能你们那个、哦、你们紧急的那只大狗可能不在吧？他，你是说我学长吧？对啊。你是说那个什么什么虎的？你们要干嘛？嘿嘿嘿嘿。他在呀、啊。啊！你们要画画呀？他在啊，干你啊嘞，干小高，我只能带他一天，没办法，带他一天。哎、欸，阿蒋，你干嘛不穿鞋子啊？我在接地气。靠北呀、啊，接地气，看你。你很啊？干嘛？对我有什么意见？如果要讲意见，我意见很多啊。啊，但是我觉得啊就那样而已啊，又不干扰我，我就觉得还好啊。怎样？你想听我对你的意见吗？不要。那你还问？你是在考、喔？搞死人啊！他妈的！唔加搞。唔听见啊！唔听见啊！你是不是觉得？你是好怒诶！那、啊、他才是唔加见啊！你是不是偷人挖人家电线啊？嗯偷完别人的电线，闽江囝的，闽江囝的，闽江囝是什么？闽江囝的中文是什么？母家仔啊。母家仔是什么意思？哎呀，怎样？怎么了？你中文不好是不是？啊？你说那什么意思吗？对呀、啊。他、啊、就是不成才啊，高薪啊。高薪啊。就是杯盖啦，杯盖啦。就是不好。你要小心哦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不会挖到手的，我不会挖到手的。干嘛啦？啊，综艺摔呢？你瓜哥哦。瓜哥。弄幸福啊。对对对对，下面我。来哦，主委加码，你冲啊，碰瓷无钱哦。主委加码。下面喂，他如果知道我在玩什么，他会 K 我。哎呀，假、他们现在怎样？他们现在都打回去了，其实他们好像要去抢。会打，好啦，我没在无线电，我现在不想在无线电，我都快炸掉了，干练哎。他们刚才很吵。没有啦，我那个听不太到啦，我把助听器放大，声音放大，耳朵就炸掉。嗯。OK。安妮娜。挖蘑菇。嗯，挖。挖一挖，晚餐加料，就会喝蘑菇浓汤。什么东西？嗯？等一下，我等小陈妞妞玩。哎，我有新武器。你有趁钱无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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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无。
鼻腔相差无够歹，牙齿无够大。你是咧讲啥物话搞笑？香菜煮着无好食。香无一摆过。奇怪啊，你笑啥笑？洗着好清洁人头，到厝海边走。啥物老人话啦？牙齿也够洗无得人走。你现在约会吧。你不用问他吗？他在吗？这种声音。哦，手机的声音啦、啊。手机声音大。他听到、啊。平板啊。那你想听？你想听很诡异的声音吗？好、啊。要一把就可以了吗？看你们啊，看你们。还有我们家还有什么？哎，没，你没听过。还有一种迷你。X 档案。那个就不用拿了，拿穿甲有吗？没有，没有穿甲了啦。没有了。阿角昨天该不会给警察是不是穿假了吧？没有，但他那个五万块他自己拿去补就好了。不是吧？哎，你们两个在哪？哎，要过去，要过去。这什么东西？比我们还热闹啊！什么东西？我说我怎么感觉你们无线电比我们还热闹、啊？没有，错觉。对啊，你听错了。错觉啦，你可能听到我刚才在滑手机，我刚才在滑神木啊。他可能在看影片呢、啊。没有在滑神木啦，你们听锵锵锵锵的声音。咔叽滴，咔叽不滴，咔叽。啊，你不能是指甲，你等下充电。在那边可以。这里没有充电器呢。什么？没有电还够啦，干你啊！我是电池，超长蓄电，一个礼拜不用充都没数。你玩到没有电了？不会的。玩游戏耗电很怪呢。不会，超干娘一个礼拜电量 OK 的啦，对不对？干娘，牙齿啥？怎么还长到里面的？我里面很多哎、欸。没有加一些东西耶、欸。你刚才是不是紧张了一下？紧张，我不怕你跑啊！阿红瑞也要呢，阿妈我也要呢，你是不是忘记我了？他刚刚问你们是不是要一把，说是这里很多猛，我这里没有吧？拿散弹枪的躲屋内吧。我们躲屋内啊！我想说，我们可以在外面打一下，不行的话我们就先进去啦。不要拿散弹枪去喷你！哎，破枪干你娘！两把散弹，他妈逼！他妈比那个什么，那一把跟塑胶的一样，妈的是。我没有啊，我给天一啊。我给天一拿。我没有拿，我放在公司啊，我没有拿穿甲。那个喷子啊，要真的很近才行啊。我那天跟他贴到他，跟他抱抱。在房间里面的话，还不贴吗？是真的要很近哦，那天。那个开在公司墙上，我看那个弹道很闪。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你们玩过 Apex 那个一把几，你直接拿那把出来喷就对了啦，干你啊！那个不一样。不一样啊！我有玩过几级子弹。大小，攻大小。几级子弹呢、啊？你们先拿那把破枪跟那个莫三比一样烂啊，你们自己注意一下。妈破枪干你娘！你们自己拿散弹自己注意啊！看那个是塑胶枪啊！我好像要过去哦，我到毒品了。你们到毒品这么快？我们1公里。我们在监狱了，我们在监狱了。我们安全。收到，你们加油。OK OK。大概几乎全部人了吧？七个啦。嘿，我跟阿角一组，我们在监狱待命。对。好，我们出事的话，你们记得啊。你出事，我来看你。没错。好，你们两个那边有人的话，扣一下。有，这边有一个狱警。有一个，小心哦。对，没有一个狱警。我们现在讲话很小声。不用怕啦。
要去哪里？蘑菇啊，欧蘑菇啊。这些蘑菇到底可以干嘛？跟你讲啊，以我的智商，我很难跟你解释。哦，他在练拳啊，你看到他在练和气道。你要不要过去给他练一下？我看你啊嘞，不要害我好不好？会出你。等下打一打，我幸运，我的剑啊哇！我的剑啊哇！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会剑？就肿了啊，就被打到肿了、啊哦，我的剑啊、哦，不是吗？我以为是被芦荟煮到你的进去啊！靠腰啊！攻杀小啦，干！他们不是说你喜欢芦荟吗？挨鸡掰啦，不要理他啦！住吗？你们面具戴好。好。有人去把车藏起来了，是不是？干那个唔正经啊！干你！嗯，我想去厕所一下。好大声哦！靠腰，怎么那么泡啊？什么东西？什么那么泡？你自己试，你自己试，这么近还可以那么泡？你说那个散弹哦？那个很大声呢。靠腰，你那个就是要贴在脸、那個、脸上射的。脸上。你又不是你，它里面装的子弹又不是。下选这个不错，独头弹。贴我就开始了。你不要射我啦！我没有射你啊，我是距离的。差不多，这个。你们想再经典，再经典。那个欧文跟警察在说话。大伟，你们多的单子啊？这个也不关他的事情啊。嗯哼哼哼。我的，我给我一个。你来地下室找我。我有四个。好，他去监狱找你啊！等下去监狱找你，等一下啊，等下。好。两个是不是很想要我弹一个？稍微。这边怎么那么容易迷路啊？地下室在哪？靠腰。树莓是我家啊，下沉戴耳机。预警的棍子。我在一楼啊。林阳，你看那个预警的棍子。嗯。你们开始了吗？看他的棍子。没有、啊，等一分钟。OK。拍下。我要拍起来。可以传出去哦，哎、欸，有了，我拍给你。好，到屋主跟我说，我就开除。你有看到吗？等一下。没事，我走了。听说你们昨天抢地盘，就被通报警察。没有，我在。看简讯，我在跟家苏密啊，秘密啦，不是他们报警的，不是欧文他们报警的，我们在跟人家讲秘密，了解，跟我不用讲秘密啦，怎么了吗？安娜，不是，我只是在看你在干嘛。哦，没有啦，哎呦，我是那么乖，对不对？我会调皮吗？不会吧？我妈过来了，可以开始。太方便。我怎么好像有人要搬车了？你的幻觉。啊，开始了。张宇超。哪里？那你守哪间楼上？讲差不多呢。你要差不多去睡是不是？啊。对啊，我想要去做梦。你在等你呢。你要回房间睡了。对啊。怎么还？哦。做那种配属的梦。哦，那想见我打一配速的感觉，那差不多啦，那休息啦。对啊，今天放太久了，哦，预警会累啦，我们要给他 respect 啦。Respect，respect。看你真是掰卡呢。哎，有点痛。你不叫阿角，你叫阿拜。阿拜，阿拜拜拜拜拜拜拜。这个也会锁起来，我怕我们乱跑啊。哦，有道理。啊不。他在里面吗？哎，六亏毛吗？六亏毛吗？散弹，快不及。刚我那哦，我头先看门是锁的。
不。你们不是要支援？你们不是要支援吗？没有、我们在房间里等你啊。怎样？怎么了？小小姐，你睡这边，前一间。哎呀，我去拿东西。不管不管。租个便当。租个便当，吃饱金棍。吃超饱。吃饱饱，好上路哦。好啦，困了。拜拜，一起晚安。拜拜。我到了，明天见。晚安。困了，不要跌下来呢。好。不然就变缺一脚了。好。他们二级哦，他们二级。哦，老样子啊，第一件啊。First， 不啦。学姐，你在草丛吗？对。晚安。我觉得他们过去，我觉得你躲在那个好了，你躲在那个。你要不要爬上去？爱困啊，我真的扛不住。你要不要爬上去？爬上。扛不住，滚了，各位晚安了。好累哦。